全部都冇問題。跟住就246号啦，古伊曼里、白灵夫人同埋罗盘之星。好，都搞掂，最后集啦，排最外档嘅昂然行进。好啦，昂然行进入埋啦，今日嘅第四场赛事啊，撞红花肠跑1600米嘅准备。好啦，一起步嘅时候咧，应声弹出啊，自庆走出得最快嘅，咁啊跟住罗盘之星都快啦，然之后咧就谷开月啊，外档埋嚟就水蝶舞嘅，咁后啲嘅马啦，大外档埋紧嚟就昂然行进，咁啊中间仲有丽尔雅啦、白灵夫人，暂时殿后古伊万里嚟嘅，跑咗300米到啦，咁前面单骑带出嚟罗盘之星啊，横山武士又系采取主动，自己带头先，守住第二位咧，暂时就水蝶舞嚟嘅，喺外碟上嚟第三啊，昂然行进啊，贴栏第四就起步最快嘅自庆走嚟嘅，再跟住嘅马仲有谷开月啊、丽尔雅。尾二位置是白灵夫人，包紧尾人面都是高，都是古伊万里啊，咁啊头尾马距离拉开了少少嘅7个马位到啦。好啦，第仲有咧就1000米途程先回到终点嘅，咁啊带头咧就呢罗盘之星啊斗住放嘅啫，放得好慢下睇嚟。第二位水蝶舞咧顶顶下噶啦，已经三碟仲顶埋上嚟就昂然行进。贴栏第四自庆走亦都上咗啲，咁再跟住就谷开月啊、丽尔雅啦、白灵夫人收尾二话仲有个口好斗斗地添嘅，包紧尾咧暂时仲系古伊万里嘅。好啦，开始入弯嘅时候咧，前边咧暂时都仲系罗盘之星。hold 到个步速都好慢啊！睇嚟第二位嘅水蝶舞咧开始拍上去啦，咁啊三条红人行进亦都系，然之后就自庆走啦，跟住上紧嚟嘅马谷开月啦，走出外档嘅丽尔雅嘅，咁啊包紧尾嗰队咧就古伊万里都上埋嚟啊，反而咧白灵夫人就落咗尾喎，入到嚟之后直路嘅时候，咁前边咧罗盘之星咧前面赚晒个慢步速啦，又喺呢度咧搏走啦咯，追住佢就水蝶舞嘅，后边上紧嚟嘅话就昂然行进啦，内档转紧出嚟就自庆走，再跟住上嚟就丽尔雅嘅，仲有百零米嘅时候，前面罗盘之星哇真系站到啊，仲带住半个马位啊，水蝶舞仲未过到佢嘅，后边杀紧上嚟外档嘅丽尔雅，但系前面一对咧水蝶舞嘅冲劲睇嚟劲啲啦，扩充第一名水蝶舞，第二名罗盘之星，第三名要影相啊，自庆走啦，同埋丽尔雅影第三嘅。咁啊，水蝶舞呢只啊，律东训练中心嗰边过嚟啦。上次赢得好噶，其实都咁啊，结果赢喺今场赛事啊，吉田准人咁啊，六号啊，横山典文咧都放到好犀利，有声有色啊，佢真系照咁做噶。咁反而嗰只。百灵夫人又唔放，咁出闸费唔放喎，直情我觉得有啲攞嚟啦，自己就搞到乱晒龙嘅，因为第三名咧要影啊，都自庆走啊，自庆走或者丽尔雅，一丽尔雅就蚀啦，前面步速太慢啦，一路似乎哇七号都系难捉噶，嗱美乐飞啊，香港呢边系十倍噶，其实七我反而有，我唔系好中意只六嘅就反而啊，但系横山跑得好好啊，第三名咧。睇下條線啦，都係自慶走先少少睇嚟啦，先少少啊，都係一先少少啊，大家都麗亞蝕啦，麗亞蝕蝕咗個慢步速啊，只八都係啊，最慘啊就走咗個三碟，全場跑到最曳，我諗係只百靈夫人啊，因為佢係捉慢咗咧，你睇下佢喺後邊個口咧亂曬龍啊，佢上次放都係咁噶嘛，已經亂噶啦，你仲要咁捉住，咁啊更加得難搞啦，聽使啦，完全聽使啊，飛又係咁落啊，咁啊結果就中招嘅。昂然行進全程走三碟，俾嗰只谷開月再頂佢外邊。第四場賽事福榜完畢啦，派彩作實，第一名七號水蝶舞獨贏派104.5，位置派23蚊；第二名六號羅盤之星位置派28蚊；第三名一號自慶走位置派17.5；第四名五號麗爾雅連贏6搭7派400蚊；二重彩七號六號順序派690蚊；三重彩七號六號一號順序派5978蚊；單 T 派923蚊。位置 Q 六搭七派104蚊，一搭七派98蚊，一搭六派92蚊。四连环1567派357蚊。四重彩7615顺序派14892蚊。赛事完成时间1分35秒8。头马赢二马一又4/1马位，二马赢3马一又4/1马位。